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个黑的。黑的。啊。这块先留了吧，先换着吧，等一下洗一下看看上面有没有那个。2021年7月，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启动。此前，这里揭露出铺砖地面和石墙、石构等宋元时期建筑基址。一块带有造氏博亭圃字样的砖，确认了这里就是泉州世博司遗址。啊，这个是世博亭的一块砖。啊，世博亭它文献上记载的是比较少，但是呢，也有记载，什么世博亭在世博司内，就佐证了啊，我们这个地方就世博司的位置。这是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朝廷在泉州设置的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外国船来了，他要抽税，他要抽劫，他要泊埋，还要捎带这些人。本地商人要出海的话，他要到世博司那边去领取品证，就减少了泉州商人来回奔波。泉州世博司的建立，表示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要性给予了认可，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繁荣。泉州城建于沿海平原，东南临海，西北部为山区腹地，这样的地理单元天然地赋予了泉州向海而生新的气质。站在九日山顶，可以看见晋江蜿蜒而来，在几公里外汇入泉州湾。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江面会出现众多的高大帆影。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海外贸易最发达的年代，此时泉州港是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据南宋赵汝阔《诸藩志》所列，南宋宝庆元年，与泉州有贸易联系的国家与地区共有50个。到元至正九年，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已增至99个。当时，泉州与海外诸国的航线主要有5条。这一方呢是1188年的，这是唯一的一方石刻里面记载两次起封的石刻。博司遂两起封于通远王庙。上面这一方呢是1201年的，关键词是遵令典，遵照国家法令。每年商船出海前夕，泉州太守和世博司官员会来到九日山，为那些被称作帆舶的远洋商船祈祷一路顺风。每次起风都要乐时纪念。泉州港几百年的繁华光阴就留在了这一方方石刻上。季风和洋流将中国商船带往全世界，船员和商人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求得心灵安定无疑能给他们信心和勇气去面对茫茫未知的旅程。从民间信仰发展成官方祭祀对象，这些神奇构成了古代泉州海洋文明的一环，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官方对海洋贸易的鼓励与推动。伟宁窑揭露出来呢，它是横跨宋元明清4个朝代。生产的作坊区了，还有这个瓷土的加工区了，是第一次全面的展示德化窑完备的这个体系。瓷器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输出商品，在外销的刺激下，位于泉州西北山区的德化县凭借丰富的原料成为外销瓷的场地。
我们有三条的直板古道通往赤崇港，然后从赤崇港走向世界。泉州海岸线曲折绵延，天然两港星罗棋布于晋江与洛阳江出海口，它们和石桥、古道、航标塔共同构筑起水陆交通系统，包括德化瓷在内的外销商品通过它们汇聚到各港口，世界各地的商品借此网络流通向全国。德济门遗址它见证了我们整个泉州南部商业城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历程。宋朝的时候，1230年的时候始建于这个时期。原来的话我们有一条外沟壕，那后来的话在元朝的整个拓建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由外沟壕变成了内沟壕。明朝的话我们所拓建的就是我们眼前这一块这个瓮城。通过发达的航海和陆上交通网络，海内外商品各国商人云集在沿晋江的城市南部一带，形成了商贸区域。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人、侨民所聚居的场所藩坊就在城南，市井石州人就是对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解。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见证了这里商贾云集、千帆竞发的场景，也留下了信仰的种子，让后世人们忍不住感叹，区区之地竟藏有如此繁密、如此深阔的庙宇。同时，这些济济一堂的神灵能和睦相处，除了孔子、老聃、关帝、妈祖等本土仙尊，更有佛教、伊斯兰、基督、婆罗门等外来神圣。海洋文明不单是利用舟楫之便的靠海吃海，更是一种能力。凭借海洋的广阔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进行物质交换和文化交流，以及这种能力所形成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成果。宋元时期，中国的海洋文明达到第一个高点，泉州无疑是其中最亮的那一抹光。